我朋友这个车还坏了啊，他是电机烧掉了，然后呢，卖家他说给他寄过去再补400块钱，换个2000瓦的电机，因为他这种车在我们这个山区跑确实是不合适啊，他载个人啊，上坡爬不上去，然后还硬是让他爬，然后就烧掉了，刚拉回来，我给他拆下来，他寄回厂家。要文清是不是？稳妥。要轮胎有法不？哦，就是说，反正一整套是不是？就是那后轮电机、轮胎一整套啊、哦。您不用管，你只需要把电机和控制器给拆下来，然后我再给你寄一套其他的电机和控制器给你过去就可以了，不用把轮胎给单独拆下来。哦，那个刹车盘要不要拆下来？刹车盘也不用，因为我给你后面你要大功率的那种电机和控制器的话，刹车盘。还有电机都不一样的，轮胎尺寸也不一样的。哦，那简单啊。好好，我等一下直接微信转给你就行了嘛，你帮我把现在就发货，我现在车都没骑了。哎。对的，我今天给您发货的。好好，今天都给我发货，马上转给你。你今天能发吗？今天不好发吧？你先帮我发呀，我这个等一下，现在4:30，应该我这边应该下班了，要明天。你那边还没下班吧？我们互相信任一下，嗯、你相信我。啊，对的。好好好。录音咋去嘞？不他现在不抓子啊？那个有电瓶开关没得，总开关有，哪儿的？这儿的，把总开关关了。这是开起来关了，关起来，开起来。那种快递下班没有？没有，六点下班。下场过来不就可以了？对头，都得行。那我们直接开到下场去就接了，真的，妈的，要去都上去。他这个给他便宜一些，对头，我家便宜一点，不是个能够给。马上拿去寄嘞，那行嘞。那个我拿去他给我包吧，还是啷个做？你反正我把那个控制器压烂的包的时候，那个给他都随便拽，啷个都没事。还是煮的呗，咋回事？给我朋友送过去啊，因为放在我们这里，这些小孩子太多了，他要来弄，把零件搞不见了，把那些东西装起。